剩四秒，两秒。三秒，差一点，这个四十块没有的。哎，怎么那么顺利的就走到后面去了？吐不出了，三二一。哇，要抓丁丁了，电线宝宝，哎，加菲猫，加菲猫，加菲猫可以勾他的绳子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快抓加菲猫的脚。看起来还，他完全拉不起来。好。加身体好像可以把它拖出来。上半的，上半半的，继续这样的吧。扣他的手臂，不是扣手臂，我也不知道哎。这也是要扣到手臂，小心。哦，翻上来了，这样应该有机会，这样有可能会把它推出来。好，哎，他又抓很紧。抓头，我在想，就是要再抓后面，让他就是。也可以。八、七、六、四、七。哎，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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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应该只要翻头，只要转位抢不到我。这时候要翻头还是要再甩的？翻头啊，是因为它的爪位是，就是它没有办法两个爪套在外面。哎，爪位对了。有了有了有了，运气来，运气运气，常在打，没有没有运气运气，快一下就打了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月亮夜灯，那我们就来做开箱。它后面有一个螺丝我已经拆掉了，那这有一个纸片是主的。电池的感应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抽起来，抽起来，然后开灯，开灯，小心一下，看有没有看到，这就是我们的月亮小夜灯的颜色。就到这边喽。